济州岛啦！到济州岛就做一二两件事。拍出那种度假大片的感觉，我能拍度假小片。这韩语呢？草地哦，咖啡哟、哦。无需改天，不用下次，下班后见面就是现在。Hello， 我终于杀青了，打算给自己放一个假，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到机场啦，我们的行李箱。我们机场都没有吃的，我们在这吃泡面。啊，我们想问一下那个有几个刀是什么意思、啊、对，刚才有一个外国友人跟我们说有几个刀，阿拉说好像说有几个刀是不是什么意思，有几个刀。几个刀，几个刀，刀刀刀刀。兄弟们登机了，那你能不能给我拍出那种度假大片的感觉？我能拍度假小片。我要大片。你都没摁开始，没有什么可以拍呢。我以为你到济州岛啦，안녕하세요。进修一下吧。进修什么呀？进修拍照。大家好，这里是济州岛，今天是2014年，2024年姐。惊呆了。要干嘛？拍照片。好漂亮，有一拍的太好看了，然后你照着我的模板去拍好不好？嗯，好美呀。啊，金博老是给我拍个照片看不见脸，黑了吧唧的，而且还雾蒙蒙的。外边吧，我们把我把走了。这小镜头找到了，来个小玉镜。嗨，可以吃掉你吗？想吃腌螃蟹。好，腌了。哎呦，好吓人啊！我们还是有点吓人。黑石头，黑石头，没见过。投币吗？这没见过。哦，没见过。有趣，你的心里。海景盖了我，海景盖了，那你们得请我吃饭了。哩哩哩哩啦哩啦哩。你去吧。勇敢一点，别羞耻。草地哦。他们本来在聊天，我说草地哦，他们。我好尴尬，我都哭了。飞机，主要他们就在你旁，都在你旁边。没事儿，草地哦。我一说话，
就安静。再试最后一次，你要转过身，这样招招手，这样说。抽对了。有地气在，你出色哟。能听懂吗？听不懂。我说那个有。有 k i k i k i h i s a t u s e y o 很蹩脚的韩文，然后他们说啊，什么啊，여기계산해주세요，네，계산계산해주세요，我训练是一百遍，谢谢 ，Q Q， 저기요，여기계산해주세요，嗯。안녕키세요就是我走啦拜拜的意思。他刚说如果要赶别人走或者赶让别人走的话就是안녕키타세요안녕타세요我们要去哪里牛郎好漂亮